哦，这里连续有很多的那个钠哈，所以你避免不了那么多钠的情况下，你就把钠的长短粗细做一点改变哈，比如它可能稍微比较短，啊，这个焦故意写的比较短，有有。好，那油就刻意把它写的比较长，我加一点抖一抖。头是水部，手部，手部。好，那头有很多种写法哈。那因为上面呢、已经有连续两个捺了，所以某种程度它就必须牺牲一个捺变成点。份就写小一点啊，因为主要说呢，很多一直在张开的字看起来久了就不好看。那这个点低一点啊，因为这边的习惯，因为附近点都会偏低呀。切还是可以继续，有点粗细哈。有时候我们会趁机呀，找个机会。让连续几个字都比较重，比较小。好，中间两个木要写的不一样啊，这没有办法。这个可以写一个长点，磨的话底下是十。啊，这里有出锋，这里就不要出锋了。至少两个笔画靠那么近，不要让他觉得说都重复啊。磨，针又要去猜那个主他到底怎么写啊？真的是用猜的。字有写过，然后剑要写低一点哦，剑在那个观察的观，他写过。觉得轻盈，下面你可以把那个机会的机啊，机会机也是两个拿来用一下，哦，这样就会比较像音符经的风格。这里可以伸长心，拿地，哇，三个偏旁，那你就要写窄一点，不然挤不进去，谁也救不了。这个。树沟通的压的比较低呀、啊。